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露思，每天打开 OWOT 和欧美一起支持我的作品，关注我们的活动吧。三个都不想选，三个都很辛苦的样子，听起来。我想逃离地球，三分。轻轻，我在不长心。反正都很难。我本来四肢就不太协调，我会选扔铅球。没什么感觉，不仅没感觉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有妈妈粉，然后他让我叫妈妈，有点懵。太小了那会儿，倒是没什么反应，就老会有人看我进男厕所跟女厕所来，这很累。接下来要说完全部行程吗？从明天开始？不用。哦，不用。大体就是即将会有三千阿莎这个作品会在明年初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因为我玩抖音就是觉得就是放松呗，就是好玩放松。我现在就因为抖音特效比较有意思，所以我现在经常拍一些就是比较做作的视频，大家都会觉得说掩藏不了你沙雕的气质。我想哭哎。黑星今天是因为吧我这个方言都快用烂了。哎呀，这条过了吧。希望你们在天冷的时候多喝凉水，多喝热水，多喝热水，然后，不要秃头，早点睡觉，不要长痘。这，他唱得很嗨，笑，他这个。他真的很嗨的啊，就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。我是不是左音了？我感觉你们笑成这样，是感觉像是喝醉了。就是你们太坏了，这首歌太嗨了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爱上你，是我情非得已。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画条龙，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，左边右边摇摇头。这首歌肯定不会左调。行了，这歌停了。哎，太难了。下点滴太适合我了。易水肿体质，其实我现在真的还好了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水肿，但是我得贴啊，要不然以后我要是胖我没借口了呀，娃娃脸。开玩笑，小迷糊，不可能元气少女，不可能丧到炸，多吃不胖，不可能有趣的灵魂，我超级无趣，有主见，我有没有主见啊？你看没主见了吧？不可能，宠物控啊，这倒是了，勤劳上进，算了吧，不贴了，我怕我经纪人 diss 我。语言天赋。还好吧，放荡不羁，这个倒是了。起床困难户。
好。